那个会念呢，按播放，没有储存您可以什么。使用任何文字取代此处的文字。您可以直接填写此文字方块，也可以将您自己的文字贴在此处。试试不同的语言及声音，变更说话的速度及音调。您甚至可以调整 SSML 语音合成标记语言，控制文字音节的差异。按一下上方的 SSML 试试看。欢迎使用文字转换语音。那调整的结果不就变成歌唱了吗？有办法歌唱啊？那不容易啊，一个一个试都很辛苦。